会不是感情的考题，需要用黑白来做分明。两个人为了爱情，哦，已经好像四十五分吧。然后那个不是说要说好好在啊，当时我看一下右腿在哪里好。可他应该是可以撤，就是确定，因为他有一直在抢，就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增加我的曝光率时速，毕竟五分钟很难凑成，给你记不记一下？可以啊，你知道两两说我要把它当过年特别节目看，过年对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家召唤那个新的工程师。对啊，旁边都在跑一个东西，但是所有的好朋友都会有。哦，那个你要设定好友，那就是 IG 的新功能，就是你要设定好友，然后那只有好友可以看，而且它的那个现实动态会变成是绿色的，就知道你是那个是只有好友才能看。嗯，那现在改版就是它改版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不知道看到了什么东西。但你好像哦，对你也没办法用简体的。没有啊，就是说我买了肯德基。我来介绍一下我午餐吃了什么。我刚才跟苏贤买了肯德基，苏贤你吃了什么？一个要去冰岛人吃的薄卷，要去法国人吃的薄卷，是啥？看他什么太费时间。你是蛮会介绍的。我吃了一个什么法式墨西哥什么霸王卷，哎，真的很霸王哎，这是一个狼吧？大陆叫狼是吧？哎，里面有大鸡肉哎，你看，有薯条，但这样多少钱？便利商店。拜拜拜拜，还真帅，欢迎你加入我的 blog， 看到集体去换钱。现在回来大概快八点了，然后坐了计程车，然后回来，因为我家家所以觉得还好，然后现在回家吃饭，而且我家附近好多在放鞭炮，就是烟火之类的，觉得很棒。然后我还买了啤酒，然后上面又买了咖啡，非常的火锅呢，很不建议。然后晚一点呢，就是大概十一点多左右，我会吃。